因为现在拍戏就是时间会比较少，但是自己还是随时提醒自己，就是腹部一定要就是随时用力，然后让腹肌就是挺起来，这样就是不要自己驼背，因为其实驼背的话体态就会不好看，然后这边腹肌也容易松掉，所以记得这边都要 hold 住，要用力。然后每天睡前我也会尽量做一下仰卧起坐或是伏地挺身这样子。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，其实我自己的早餐是非常健康的，是全麦吐司加地瓜，然后一杯黑咖啡这样子，或是果汁。然后在片场的话，当然不能控制自己的吃的东西，因为是大家一起订便当的，那我可能就是比较着重在饮料的方面，就不太喝饮料，然后都是喝白开水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一大早一样会喝一下黑咖啡，因为有时候拍戏会怕会水肿这样子。嗯，其实我每天早上都会请我妈帮我切水果，就一定会吃一颗水果，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把它打成果汁。那黑咖啡也一定要，因为就让自己就是头脑更清晰，然后因为会水肿，所以一定会喝一下这样子。对，主要就是水果跟黑咖啡，然后多补充水分。对，我平常在做大概就是这些而已。